嗨大家，我现在已经到家，然后把我的晚餐吃完，然后等一下来看一下我下礼拜要交的一个报告的 case。我现在在做我明天要交报告跟读我明天要考小考。没错，我们第三周就小考，我疯掉了。开始了，完你可以。嗨大家，那我现在已经从社团的迎新回家了，然后好像一直没有时间好好来跟大家讲一下我这个学期，也就是硕一上学期的规划。那主要呢有三个部分，第一个部分呢就是课业有必修的十五学分，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我有加台大的资料分析决策社，第三个呢就是我有在微软实习，然后一个礼拜要两天，所以其实我觉得我的硕一上学期还蛮充实的啦。那我希望自己会好好兼顾这些课业以及社团还有实习，那我也希望自己凡事就是全力以赴，问心无愧这样子，然后我要把自己的身体顾好，之后硕班的生活也会持续记录给大家看，那就请大家拭目以待，然后我们就一起加油，我也会好好努力的。但有人知道他学期开吗？要下去了，听说可以真的达到5000到10000块台币一天。你有没有骗我坐上飞机？下班了，现在大概凌晨几点？7:30。好多自己哦，还有声音耶，甚至。吃午餐，我的口罩都要剪了。午餐。太早喝人了，然后其他人都是，还没有，他们喝饮料，他们。
嗨，大家，我现在跟我以前清大的同学吃饭。好的，一期，然后另外17.19就把它放在那，所以再说1/10还是会跑算法，就会体贴说我们这个过年的结果已经差不多了。And I've been waiting here for you all along. I've been waiting here for you all along. 两个人吗？可以吵架。Where you been? Where did you go? I wonder if you found what you're looking for. Wonder if you found what you're looking for. I hope it's not too late.I want you back here with me. We never should have said it's better this way. I'd rather be with you than someone I don't know. Now it's like we're living in two separate worlds. Come on back to me. Say that you won't go. I can't cope without you. And